祝福你，祝你顺利。离别的酒，离别的酒，饮袂完，醉袂。这件衫在美国买的，啊，应该美国人拢是高强佮大汉的 size 应该真大。啊，我穿起来只哈，李君啊，这衫敢讲你伫美国的童装铺买的？阿爸，迄是天宝啊，甲日本人高档合作吼，开个公司啦。啊，因这衫哦，全世界各国的人的 size 拢有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哎，啊，不过这条衫哦，安尼红叽叽。啊，佮穿起安尼素素，啊，我这老岁人穿起袂输敢若狗囡仔嘞。啊，规日真㖏吼，从遐有天上去穿啦。大伯啊，我已经有送伊两领袖仔啦。啊，伊穿这较少年款，看起来嘛较少年。嗯。嘿嘿，你讲了无唔对啦。嘿嘿嘿。你穿你今仔衫吼，哦，穿起有影加正少年啦。是警察讲哦，迄白头毛哦，迄若搁去捏捏，就有影像诶。阿苗咧讲诶，老乌狗。你家己嘛有白头毛啦，你应该都爱叫我乌狗兄啦。搁讲做老乌狗，老乌狗嘛同款要一字老。啊，甲阿苗嘛是叫我老乌猫，同款有一字老。阮都无咧结婚。你是哦，表面上无咧结婚啦，心肝内一定咧结婚。讲哦，是安那离婚啊？等下那买衫裤，互我甲天上无买哦，你。有啦。我有要给阿母穿只旗袍的啊！阿母，啊你若无穿，内坤啊，啊你买甲迄只旗袍吼，你开起哦，开到大腿顶头去，阿母要来甲穿啊！内坤啊，啊你送恁阿母旗袍哦，但恁阿母这条体格哦，你脚遐短啊尔，啊穿个旗袍要来好过你啦，煞袂输敢若干龙哦，伫咧穿衫裤。对。哎，对啦，内坤啊，啊是讲美国人都无咧穿旗袍，哪有穿上旗袍？是咱台湾人过世手做出来，啊，才去外销出去的啦。唉，就是安尼讲啦。咱这台湾的政局哦，那是无稳定哦，一挂企业家哦，的资金拢外移啦。暗则有人咧讲讲，安尼是好处，啊也是歹处。啊，既然企业家外移，迄就等于讲资金哦拢外移啊。迄不但资金外移吼，连咱台湾哦，就足侪人拢无头路通啊做，啊哪有啥物好处？你讲的这是歹处，无唔对啦。也毋过吼，有一挂人吼，伊就解释讲哦，这吼，咱台湾本身哦，若是生产的物件哦，要外销出去哦，拢去互迄大陆甲你打压掉的啦，拢真歹外销啦。啊，若假使讲咱这企业家吼，会当去外国做出来，啊，再用外国的名义吼，再搁再外销去世界各国哦，安尼嘛等于讲咱台湾的产品哦，行入到世界，安尼讲做好处啦。嘿啊，前几下我看新闻咧报吼。即马咱台湾的货轮要出去到外国做生意，讲啥物袂使用咱台湾的名，一定要用外国的名。唉，可怜啦，那这照讲起啊，这都是叫做咱台湾人的悲哀啦。来，李姑娘，食茶啦。谢谢。对啦，李姑娘，啊，你即马吼移民去美国呢？啊，听讲美国拢啉咖啡啦，啊，即马转来台湾吼，啉咱这台湾的茶吼，敢啉袂下哈？会啦。天宝啊，拢嘛有叫伊台湾的朋友寄出一个台湾的茶粿，啊，我虽然住伫遐哦，啉的哦嘛拢台湾的茶啊。哦，这个精神可嘉哦，虽然人已经移民去外国啊，但是还搁在用哦咱台湾的这个农产品哦，这算爱国。对啦，李君啊，啊恁爸伫台湾时吼捌中风过啦，啊即马过美国吼，敢有用用哈？有啦，伊拢有咧配合医生做复健。我即摆身体有阁不哩啊勇健呢。啊，红茶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哎，恁阿母哦，进前遐我咧招讲来病院吼，互医生做一下定期检查，讲唔够我去。阿母，你遐有手术过，一定爱配合医生做定期检查啦。啊，我就咧想讲吼，迄个病院做袂啊紧吗？伊嘛甲我同款镜头呢，啊，阁比我较早手术咯。啊，妈妈伫做啥物定期检查，人嘛拢好好滴个啊。啊。红茶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迄落镜头有当时啊，看起来是好好啦，啊，那化牙起来就牙起来，你知哦？迄呐牙起来，互伊细胞行到淋巴腺去哦，反正就无医啊。所以我直直想讲哦，你哦，若有机会哦，你都要甲阮照顾看一下，叫伊爱去哦，病院做一个定期检查。诶，即摆新车年头呢，啊，他阮照迄款个性，佫足坚固的啊，你叫伊过年时啊去找病院哦，伊敢去？即摆已经科学时代啊。是啊，无应该有这个想法嘞。
迄外国甲都市哦，有即款人啊，无我是唔知啦。啊，那咱这庄口哦，迄哦有即落建国的人是足济啦。啊，像旧年啦，迄顶庄啊遐有一撮旧毛病啊，啊，讲伊的肺部吼，袂输敢若积水啦。啊，医生甲建议讲都要开刀啦。伊讲要开刀都要去看日啦。我啊，都活也袂到看日迄天，啊，都过身去啦。嘿啊，哪有这样建国的人啊？哪有讲我要手术哦，都要去看日。迄位的吼，过身去的人哦，比活人搁较建国。人都装伫个棺材底啊，要出山都去看人嘞。哎呦，好啊啦，真正你头讲讲迄，我袂记煞甲你讲惨落。哟，哎，丽君啊，啊落去嘞，哪拢无看？哎呦，昨暗哦，甲阿苗吵几暗啦。阿苗安尼甲摇摇摇摇到天光啦，啊，即摆两个伫内底啊，天头困，佮毋知要困到当时。啊，我，你啥？走啊！哎，丽君啊！恭喜啊！新年快乐！哎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哈哈，先生啊，啊，你转来，搁牵一只狗转来哦。是毋知伫海底场的时阵哦，狗仔有甲我讲啦，讲伊惊无路啦，就对我转来咱家啦。阿狗啊，我知影啦，即摆新正年头吼，阿某搁无伫咧身躯边，阿囝哦，搁甲女朋友约会，是安那？想要来厝的，找你丽桑饮两杯啊哈。是啊。你又唔对啦，哈！我今日哦特别哦，要恁倒家行村。哎，啊！你明知知影我后做有村呢，啊！你要来行村，啊！我毋着倒个土脚，互你行过。好啦，李三，莫讲耍笑啦。我是听天上阿咧讲啦，讲丽君阿去抱一个红影转来，我特别要送一个大红包。阿狗子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不过阮来去你困啦。李三，啊！恁厝当时饲只狗，我哪毋知？我去拉去。不济啦。那其实人名啦，那是阮天宝甲丽君啊因生的囡仔啦。哎呦，丽君啊，那囡仔名啊何做迄种名啦？何做 Lucky？ 你规日何做哭得我好听？感觉 Lucky 袂歹听，迄 Lucky 英语哦，反正咱台语哦是好运啦。哦，好运咯。阿狗啊，我知影吼，你过年有练啦，所以哦要来发红包啦。是讲哦，你红包哦较发嘛一百块。是哇。迄一百块是红色的呢，你无听人咧讲，见红大吉。啊，无我若要包一千块，迄一千块是青色的呢。你今仔看过一个面色青春顺，啊，你敢无看？要去食你的时阵到呢，啊，搁你困啊。啊，无我今仔内底甲插起来，通好吃食你。好啦，无你去遐吵起来。迄囡仔若有照时间吼，多照时间互伊食。啊，无若大细顿吼，迄囡仔顿啊薄薄尔，会伤身体呢。无恁坐啦，先去吧。阿哥，有要啉无？啊，无菜便便滴呢，我来去拿两盒，互恁配烧酒啦。有啊，免传啊啦。到这今日来咱家吼，毋是为了要啉酒的啦，伊来找搅拌的啦。啊，找搅拌？啊！到阮家也无人伫跋筊啊，要叫谁甲你跋？哦，我知啊。阿狗一定想讲吼，撮火烟斗每年的新嘉年头啊吼，拢有伫咧耍啦，啊想要去撮火烟斗耍对唔？哦，你啥也是你较巧，撮火烟你着活软嘞，你拢免用头脑。对啦，你若要撮火烟做烟斗布，你也较细致嘞啦。阮爸咧讲啦，讲伊啊吼，外脚百面输，内场百面赢嘞。所以你李长伫咧讲啦，叫若要搬哦，先谈你都袂快活。叔叔，嘛有人咧讲呢，讲叫若无搬哦，迄钱水拢袂花。你哦，爱搬就讲啊，讲讲遐歪理。袂啊，兄弟，阿狗即摆讲一句，介有道理，你甲想看卖。咱这政府即摆设迄个乐透彩啊，哦，迄钱水偌花咧了。我较少才知影讲台湾人伫当时啊遮尔好个啦，三两工啊就即几啊亿出来，三两工就即几啊亿出来啦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咱咧政府哦，设这个办法咯会通哦，替咱个残障同胞哦增加足侪就业机会。设这个办法是足通的哦，增加一寡小贪的人哦，愈开愈侪钱。哎，天生啊！啊！你甲恁狗仔啊，转来，你是毋是要对恁狗仔啊，过恁初辈啊，坐去边仔耍一下哈？我你讲哦，找伊甲我赢起啊钱还我。妈，迄钱袂用还你啦，迄钱我要甲欠起来。啊，等下咱小孙大汉的时阵吼，去读册的时阵哦，做伊的教育基金。天生啊，莫讲到遐尼好听啦，阮当时遐钱也要留下做教本哈。杨叔啊，那新正年头啊，互天生算钱也要紧啦。
啊，你若讲哦，你要带天嫂去别位耍，无要紧啦。啊，若要带伊去草尾岩岛耍哦，我绝对甲当的啦。去遐耍哦，大面输。吴医生，人草尾岩那伊那是得机子的呢，啊嘛真公平啊。啊，会赢会输，就靠家己运气啦。那是偌公平啦。正问嘞，伊的机子啊，拢总排几支在红地。阮厝枪机要跑六支啊，啊红的乌的，咱南州的十二支啊，对啊。啊，十二支子啊，互你得，你若得高支，互你丢丢背几背，十背啊，对啊，十二支子啊，啊，伊才背你十背尔，伊卖伊进前就甲你加两声去啊啦。嗯，啊，若参像咱即摆政府的啦，用什么乐透彩券的啊，迄丢丢无一半啦，啊嘛足侪人咧耍的啊。你唔通袂记一句话啦，小贪是会两家人。李总，唔是干咱我一个小贪尔啦，还有大头兵啊。来红军骑红马来送钱，即马功德圆满，啊，大家就放炮来庆祝。红炮，阿伯，红炮，阿伯，有你，有你，有你，红炮，阿伯，红炮。你对这真内行，你也真来，唔只操作冰冻关机，算算我看，敢咱两个机用尔。啊，你就对我啦。啊，是讲冰个两位机用啊？我感觉红炮吼无啥特懂诶，拄只好我有一个灵感诶，应当会出迄乌军哦。啊？屁蛋啊！因啊，你是捌啥啦？啥出乌军讲我听？啊，拄只出红军啊，红军出啥出乌军啊，唔只系王建王啊。我对乌军，你要对乌军啊？啊好啦，来，啊你要对啥？叫对红炮，红炮的，红炮。啊！拄只我带乌军吼，你啊赔我一千块。啊！赔你头啦，赔！啊！你无看我钱拢摕了了还有啦？啊有啊！啊！你是咧创啊啦？啊！你早唔来，晚唔来，啊！我等咧家你才爽来。无你啥，就是要甲做对的许啦。创伊啊！啊！我唔是专门要来抓你呢，我是要来甲筹备一个拜年的啊。哎呦，我唔管啦，这钱哦，你来赔我啦。哎哎，胖胖诶。咱输钱无要紧的，也唔好风度唔通输钱呢。我唔管什么风度也是角度啦，啊有啊，这钱你一定爱来赔啦，赔来啦。好诶，你即摆脚踏我的，头拄我的天哦。哎，啊我人前面来甲我拜年的，你大声些啥意思啊？无啦，啊我的钱。啊你无听人讲，万恶淫为首，跋筊几代不走，泡茶泡茶莫插鼻尖。啊，哎，哎不，哎，啊我。无啦，伊啊，人咧讲啦。风吹鸡蛋壳，才去人安乐啦，看开咧啦。啊，不过你还阁欠我一千块哦，好。啊，死囡仔咧，死囡仔哩，我，哎呦我去，啊，死狗子。红红诶，你哪会要阁贪恁只狗啦？我十遍来转来哦，迄只狗哦，落安尼目睭银狗，一直甲我看啦，白鼠敢若要甲我咬咧，我无甲贪要来用的啦，迄毋准互咬着哦，甲赵小曼伊用，你来甲陪我，你讲。红红的，毋通安尼啦，迄人对动物吼嘛都爱有爱心，爱心爱看款啦，迄只粪扫狗足无我用的啦，钱嘛拜托的啦，莫饲啊，甲赶赶走啦。哎呦，红红的，袂用你啦，我甲伊有感情啊啦。你想看卖，若是一个人哦，啊无通住，无通食，啊咱嘛会想讲吼，要甲斗相共，啊要甲收留啊，狗嘛是一条性命嘞哦。钱嘛，无你即摆讲这是啥物意思哈？红红诶，你哪会这落口气？我敢有讲唔对话是？你当作我戆人？你当作我听无？你讲这落话你阿口说哦？哈？你用阿当作
是外口迄只流浪狗。哦，我若是无地住，啊，你来收留我，你可怜我。凤凰诶，你唔通乱想啦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哈，无迄个意思，是毋嘛？我哦，若准讲你是一个足有自卑心的人啦，想袂到你讲话遮尔啊刻薄哦，厝内面哦遮尔啊侪排便啦，了然哦，我看哦规矩哦剥剥落来啦。凤凰姐啊，你哪会用这种口气跟我老母讲话？用这种口气是安怎？是毋讲话去插到我的心肝，敢讲我着还佫笑笑甲讲感恩哦？你是甲凤凰姐遐咧讲啥物啦？无啦无啦，误会啦误会啦。凤凰诶，请坐啦，吼、哦，我好好甲你解释啦。即摆是啥物人啦？甲这个女仔囥咧遮哈？歹势啦，我拄啊热头袂记收啦。哎呦，阿美啊，这只椅也是我咧坐呢，啊你专工甲这个女仔囥咧遮？啊！你是要我坐了拄了脚掌，存心要害我？凤凰姐啊，我哪有可能讲存心要害你啦？凤凰诶，搭迄支锣啊吼，嘛软细软细，啊，若真想要去拄着嘛袂偌疼，啊，你若着受气干呢啦？你毋是八三岁啦？这锣啊哦，过去叫做梳子啦，啊，梳子就是梳啦，就是这支锣啊，放咧我的椅啊，无怪我今仔日在梳啊，涂啦。哎呦！凤凰姐啊，啊你着莫遮尔啊迷信嘛，啊无你若是讲梳子吼，你着甲想啊，迄梳子会当甲头毛偌好顺，啊你看到梳子着会顺，你安尼想着好啊嘛。即摆讲啥拢无效啊啦，钱已经输去啊啦，免安慰我，无路用啦。啊无看你输偌济啦，我报你啦。迄新家年头吼，大家拢嘛爱安尼欢欢喜喜，看你输叫吼，安尼，我看着足袂过心呢。你免那假好衰啦。啊，免阁遐可怜我啦！哦，你即马早讲你把梳子放咧我椅后，我输钱。啊，即马你早唔对啊，要甲下死咧要补偿我唔？啊，唔等于敢若甲我嘴巴扇扇咧，头壳才阁甲我挲挲咧。我甲你讲啦，我无可能接受啦，假无假。凤凰姐啊，你安尼也唔对，安尼也唔对，啊无你到底是要安怎？清楚哦，我住袂落去啊啦，我要搬出来住啦。凤凰诶。啊！即摆过年时，啊，你是要去走去倒会住啦？我身躯有钱啊，我咧行无所在，人我住。安怎？女婿敢无咧休过年的哟？啊，厝边边通好住，啥路才去住你遐？时机足歹的呢，较欠的啦。无死的，搁咧看甲伊个屎桶哦！住在遮，我足袂爽的啦。胖公诶，胖公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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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
上甲阿母是咧甲拉奇耍啦。自从内昆抱拉奇回来，阿道上甲阿母安尼规工都三钱抱，那一日也无抱，都袂输咱足艰苦的。啊，你嘛知影啦，阿拉奇吼是第一遍吼，等下咱得甲过年咧，啊，当然爸甲母也会烧钱要抱啊。我看迄是因为是查甫孙，那是查某的哦，都无稀罕啦啦。袂啦，敢讲你袂记哩啊？当初是咱小小打死出来时阵吼，爸甲母吼嘛疼甲啊，啊嘛烧钱咧抱啊。迄是因为迄阵敢若咱萱萱尔，即摆这是查甫孙的。爸定咧讲啦，讲哦，查甫孙嘛是孙啦，啊查某孙嘛是孙啦，因拢白疼啊。迄是道上伊家己咧讲的啦，道上的人哦，伊本来就是重男轻女啦。祝福你，祝你顺利。离别的酒，离别的酒。